雷兽哥玩下啦。玩什么嘞？那 carry， 我来 carry 了。雷兽哥玩下。洛拉最喜欢哪个造型？最喜欢现在用的这个。一个莫拉的头有点像果冻，我的我的我的，别怕，好好屁呀、啊！兽哥你也敢打，我的石头哥你也敢打，出题。我发现我只要安安静静的玩，我就会，我好像就会厉害一点。这场战役
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瘦哥，你也敢打？你也敢打瘦哥哦？哦！吓我一跳，干嘛？你看我刚一讲话我就挂了。干嘛？辅助盾！哒哒哒哒哒！哇，这个莫拉出坦装哎，好酷哦，好有想法。我以前也有试过，可是我觉得鸡巴烂。开射，又在开射。中兵，中兵 ，Hello，Hello。特勒，多剩一滴啊！给他死好吗？拜托你们，拜托你们。拜托你们，拜托！石头哥要秀他吗？在后面，在后面 ，nice 啊，石头哥！干嘛？我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开台只能发挥出58%的实力，加油！你们可以的。哇，你们不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拉打美如画。一次刷两只，哇哦！
杀了对面五个人加起来的杀的人数。距离不是问题。